我跟你说，我爸开国际，我把他封十年了。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再开一次国际，我直接给你举报。上把要举报我开科技的小学生，这把求我带他吃鸡。不是开透视了？你们俩看，点开我的头像，点开我的头像，看我的最高战绩是啥？看我的历史最高战绩是啥？你们两个在跟战神打游戏，知道吗？在跟战神打游戏，给我低调点！真的是不懂事，八嘎路。咱们能商量一下吗？那个奥特曼，还有那一千二世界，能商量一下吗？咱们都打了三把了，带你们吃了三把鸡，你能不能跟光子商量商量？别封十年，八年行吗？缓缓。开始讨价还价之际，69年，要不七年吧？哎呀，算不算了吧？就9年，封三天吧。怎么样？这感情一口价，七年就七年，你放个七年，我们还咋带你们上战神呢？你这十年砍到三天呢，姚建军，你不能那样。你大哥，你先别说话，我砍价呢。最多封两天，行了吧？你俩再准备，我们再吃一把鸡。我看你俩是不是三连击了？我四连击了，大哥，准备再来一把，我就五连击。好了，那这样再打一把，我们就不封了，怎么样 ？Nice。这要不这号不封了吧？我跟你说，我爸开科技，我把他封十年了。你把你爸举报了？你爸开科技，你把你爸举报了？我靠，你真是铁面无私，你真是六亲不认的。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再开一次科技，我直接给你举报。大哥，咱俩不能开了，大哥，咱俩这把不能开了，咱俩得低调了。大哥，咱俩下去就死怎么样？我们俩可以演你们两个一波吗？我们下去就直接成河，可以吗？不用成河，能吃鸡就行。OK， 就是不能开科技，还得吃鸡。OK， 我知道了，我要操作了，我的三 D 四 D， 我要操作了，我闭麦了。Are you ready？ Until you're feeling no more pain， never slow yourself down， you can do some more， push past all the pain， and you'll find a door， open it up， and finally explore everything that you thought you could never do before。And even when you feel 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you feel 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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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什么？这不是你们不是开科技了吗？去救我徒弟的。你徒弟嘎了，你徒弟我靠了，我们开科技了，我们也不能起死回生啊。我的好兄弟华佗来了也不好使。我徒弟爆头了。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都替你徒弟感动了，一会儿你比谁死都惨。你们先开科技吧，先带我们吃鸡。大哥开透视吧，你们开透视吧。我只给你大哥封啊，我只给你个二号封。他要雷，他大哥快走，大哥，他雷队友呢？操！不能炸，不能炸，知道吗？不能炸，我们是无敌的，你炸了之后不倒，还浪费一颗雷。完了，最后这个他看出来你开东西了，直接自己毒死了，又是一把吃鸡。我不带他俩吃鸡了，他俩老想举报我。你不举报了，不举报了，我们得走了，不能跟你玩了，这玩着玩着一会儿我俩号没了。哼，不封了行吗？那不行，你说封就封，说不封就不封，搞得我们两个很没面子。